布雷杰，大事不好了！我在挖矿呢，又找我干什么呀？我背包满了，东西都放不下了，这些道具丢起来又麻烦，所以我决定了。你到底决定了什么？你说呀！我决定把这些没用的石头方块都丢给你，哈哈哈哈，让你帮我想办法。顾子，你有事你就去医院呀，你找个仙人掌，找个岩浆不行吗？我要找得到，我还找你吗？哎，等会儿，前几天我买了一个万能背包。就是这个东西，顾子，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，你打开背包看看呢。这是啥？你只要把没用的东西放在这里面，就算丢掉了。如果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不想再拿回来的东西啊，你就按一下键盘上的 delete 键。好东西啊，布林姐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些被丢掉的东西去哪儿了？当然是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裤子变成250啦。Later。各位小伙伴，我想死你们啦！我是你们最最最可爱的布林姐。今天我们要介绍一款模组，叫做垃圾槽模的。没错，就是这个垃圾槽的那个垃圾。模组里面没有花里胡哨的道具和装备，仅仅只有一个生存玩家梦寐以求的垃圾桶。裤子，我问你，整个我的世界除了岩浆之外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摧毁自己的物品呢？当然有啊，不就是新安装的这个模组吗？我当然是说 MC 世界里面的呀。我想想看，甘蔗，哦不对，仙人掌。回答正确。不过你想啊，你现在是生存模式，岩浆呢又不可能在你家周围出现。怎么就不可能了？谁会把房子建在岩浆周围啊？你说的都对，岩浆呢不是随处都有的，而仙人掌呢又只能存活在沙漠地带。这下你该知道这个模组能力有多逆天了吧？我懂你意思了，布林姐。可是不管再怎么说，我也是觉得仙人掌和岩浆摧毁物品更直接一些。No！你丢这些东西进仙人掌或者岩浆里面的时候，还需要拖动鼠标，而我这个模组就不一样了，哪里不要电哪里，只要鼠标放在装备上，轻轻按下 delete 键，什么横扫附魔的裤子啊，力量加持的鞋子啊，管它什么神装，通通给你一秒钟就能销毁。你这不行啊，都不能销毁我自己，还是岩浆速度快。你看，不好意思，裤子最近脑袋不太好，大家见谅一下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模组介绍的全部内容啦。话说你们知道吗？除了岩浆、仙人掌以及今天我推荐的垃圾草模组， MC 里面还有哪些方法可以让装备和道具永久消失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告诉我哟。我知道，